보통 우리 사람들이 이 달란트나 뭐 잘하는 게 하나씩 있지 않습니까? 一般来说，人们都会有一两个才干或者说擅长的部分。 또 없는 사람도 있어요. 可是有些人没有什么特长。 뭐 여기 계시는 분고 나는 뭐 잘하는 게 있다 손들어 보세요, 여러분. 손 못 드는 사람이 많을 겁니다. 如果我现在问啊，底下觉得有自己有特长的人举手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不好意思举手。 또 어떤 사람 뭐 악기를 잘 다루고 뭐 노래를 잘하고 이런 사람도 있잖아요. 有的人非常擅长演奏乐器，有的人歌唱的特别动听。 또 어떤 사람 운동을 뭐 잘하거나 뭐 이런 특기가 보통 있습니다. 有的人呢在体育上也非常有天赋，总之都是有自己的特长。 조금 부끄럽게도 저는 별 특기가 없어요. 但是很不好意思，我没有什么特长。 그런데 한 40년 전부터요. 기도가 뭘까 이런 생각을 하게 됐어요. 大概从40年前开始吧，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祷告是什么呢？ 그래서 저도 모르는 사이에 천천히 기도에 대한 것, 우리 기독교 안에 간증 내용, 심지어 종교단체는 어떻게 하느냐, 그것까지 싹 다 그냥 공부를 해봤어요. 不知不觉间呢，我就去找很多的资料，比如说祷告啊，或者说很多见证基督教里头的，甚至连其他宗教团体的部分，我都一一找来去研究学习了。 그걸 해보니까 이게 나도 모르는 사이에 말씀에서 답이 나와요. 这样一来，不知不觉当中，我发现在话语里面就有了答案。 근데 이게 내게 편집 딱 설계 디자인이 돼요. 这些在我里头得到了编辑，得到规划，得到了设计。 그래서 렘넌트 보고 책을 많이 읽는 것보다는 힘이 되는 원하는 책들을 많이 읽어라. 그래 그 얘기해 주고 싶어요. 所以我常常想对 Remnant 说，与其多读书，不如多读一些对你有力量的书。 뭐 하버드생들은 대부분 책은 하루에 10권 읽는다랍니까? 어떻게 10권 읽냐니까 넘기 보고 필요한 것만 읽는 거예요. 哈佛大学的学生一天能读10本书，怎么读的呢？他们就是翻阅找自己需要的部分来读。 괜찮다고 생각합니다. 我觉得这不坏。 여러분에게 뭔가 힘이 되는 게 쌓여야 되는 게 되거든요. 在你们里头能够成为力量的东西得不断的积累起来。 그러다 보니까 어떻게 하면은 전도를 할 수 있겠냐. 之后又想了啊，该怎么样才能传道呢？ 그래서 전도에 관한 책들 거의 다 읽었습니다. 于是又去读了关于传道的几乎所有的书籍。 그러다 보니까 배운 것도 많지만은 또 분별도 돼요. 虽然有不少能学到的，但是有了分辨力。 결론은 어디서 나왔냐면요, 성경에서 나와. 那么结论从哪里得来的呢？从圣经当中。 그래, 성경에 다 있는데 우리가 몰랐던 거죠. 圣经里面都有，但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이러다 보니까 전도의 제일 중요한 게 치유다 이런 생각이 들더라고요. 之后呢，又看，又感觉到啊，传道最重要的就是治愈。 그래서 치유에 관한 책 거의 다 봤을 겁니다. 之后又读了关于治愈的方面所有的书籍。 치유 중에서도 제일 좋은 치유가 호흡 치유라 그래서 호흡에 관한 책 거의 다 봤습니다. 然后有人说，治愈当中最好的就是关于呼吸的治愈，然后又读了有关呼吸的所有书籍。 100% 다 봤다고는 보장 못하지만은 그런 정도로 다 봤습니다. 虽然不能保证100%的书都读了，但是呢，几乎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了答案出来。 그러니까 이제 말씀이 정리되잖아요. 话语得到了整理。 그 여러분들 꼭 그렇게 해야 됩니다. 내 평생에 뭘 해야 되는 망대를 세울 것인가? 그거 계속 공부하고 기도해야 돼요. 各位一定要这样做。我一生当中要建造什么样的网络？要不断的研读，不断学习。 굉장히 중요합니다. 这个非常重要。 내가 평생에 무슨 망대를 만들어야 될까요? 我一生当中要建造什么样的网楼呢? 이걸 놓고 계속 편집됩니다. 이게 굉장히 응답돼요. 拿着这个不断的去编辑，这个真的会成为应验。 예를 들어서 렘넌트들이 나는 이걸 가지고 계속 자료를 저기 했다. 여러분 거대요. Remnant 拿着这个部分不断去找资料了，那些部分会成为你的。 이 편집이 되어져야 只有这个编辑形成的话才能。 이래야 말씀이 보여요. 这样才能够看到话语。 그렇지 않고는 말씀 안 보여요. 在那个之前 어느 게 맞는지 모르잖아요. 因为不知道什么意思。 이 완전히 내게 세팅인데 편집이 딱 되어져야 아 그렇구나. 그때부터 하나님의 말씀이 살아있는 말씀으로 보이기 시작하는 거지.
当那些部分在我里面完全装备好编辑好的时候才能看到原来神的话语真的是活泼有功效的话语그러면계속이걸찾아보면나도모르는사이에하나님의계획이보여요그렇죠那么在这个当中寻找的时候呢不知不觉会看到神的计划그게설계입니다这个是规划하나님계획보이니까이렇게하면되겠구나看到了神的计划啊原来这样的规划就可以了이게얼마나행복한겁니까이꼭하셔야돼요这个多么幸福啊各位一定要来做힘든게아닙니다这并不难그러보면나도모르는사이에보이기시작하는데현장이보이죠那么不知不觉当中이렇게하면저기가서하면되겠구나전도는어디서하면되겠구나보이잖아요会看到我自己会看到现场会知道啊要怎么样去传道那么在这个部分要怎么做그게디자인아닙니까这个不就是设计吗현장이보이니까也就是说看到了现场그리고이걸계속기도하면은하나님의계획과응답이계속오잖아요이렇게拿着这个部分不断祷告的时候神的计划及应允会不断的过来확신옵니다그러면우리교회는앞으로그뒤에무슨응답오지요확신이있습니다会产生确信今后我们教会会过来怎么样的应允有了确信여기서세가지뜰을만들겁니다在此我们要建造三个愿확실합니다这是千真万确여러분그망대속에있으면성경에있는응답회복합니다各位你们在这望楼之中的话一定会恢复圣经中的应允그래서그렇다굳이이걸하다가보면은왜성전이필요한가가답이나올겁니다你做上面标题内容之后你会发现啊为什么要建造圣殿会出来理由이걸다윗이깨달은거예요성전건축을한이유는첫번째는사람을구원하려고하는거죠그렇죠会明白答案大卫发现了这个因此建造圣殿第一个理由是为了救人对吧예배하려고하는거죠是为了做礼拜그러나두번째이유가뭡니까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이게중요한겁니다这个至关重要이게지금오늘본문에한소개가하고는됐습니다今天我们经文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内容이까지되진거죠就是出来的这个자성전구조가해야되는이유는쉽게말하면은구원을받게하고하나님께예배하고모여서기도하는애가맞는데결론내리자면은치유와모든걸위한세가지뜰을준비하는겁니다要建造圣殿理由简单来讲哈我们要得救要做礼拜要聚在一起向神祷告但是结论归根结底就是说要治愈一定要恢复这三个愿그걸단순하게하는게아니고나의망대를세우는것이다这不是简单来做而是要建造我的望楼이걸어떻게할것이냐고계속여러분이기도를누리보세요各这位这个要怎么来做呢各位要不断的祷告来享受네가능하면은여러분은지금이설교를듣는여러분들은다른교인도있을거아닙니까본부와여러분교회강단메시지를계속들으셔야돼요现在听我们讲到的可能有其他教会的吧那么你们要听本部的信息还有你们自己教会的主日讲坛的信息이답이나오질것같이要不断的听直到得到这样的여러분이책을읽었거나누굴따라갔거나은혜를받았거나뭔가가내가듣고보면서감동을입은게있어요그걸로내인생이끝나는겁니다你们得到恩典或者读什么书啊或者跟着某个人怎么样做你们觉得蒙恩典这意味着说我里头有了感动人生里头一定要有这个才行안좋은쪽으로또영향받을수있죠그걸로끝나는겁니다如果说在不好地方得到影响那人生结束了그리고그게내한계됩니다那个会变成我的局限그럼아무리좋은데갔다놔도그이상한계를못넘죠你再处在怎么好的环境当中也不能超越那个局限이축복을요끊임없이하면서바꿀수있습니다但是这个祝福是不断的可以连接起来的꼭시작해야됩니다因此各位一定要开始그래서이제제같은경우는공부할때그런책들또그다음에이제뭐많은분들의설교많이들었어요像我学习的时候这些上述的书籍包括很多人的讲道我真的是参考了很多그걸그냥들은게아니고이렇게쫙편집설계디자인을쫙한겁니다不是就这么听听而已而是编辑规划设计都一一进行了各位一定要开始자왜이렇게해성전건축을해두번째이유가뭐냐为什么要这样建造圣殿呢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첫째로는이
쉽게말하면성전건축의두번째이유가치유란말이에요그렇죠简单来讲，建造圣殿第二个理由是治愈，对吧？이질병시작이어떻게되었냐는거죠这个疾病是从哪里开始的呢？네시작을알면은창세기3장6장11장에서시작이되진거예요我们要知道这个源头是从创世三六十一章里头开始的。여기서시작이되지니까이때부터모든저주가시작이된거죠因为从这里开始，从那个时候起，所有的诅咒之后诅就来了。이걸보고에덴동산사건我们把这个称为伊甸园事件。이걸보고노아홍수사건六章是挪亚洪水事件。이걸보고무너진바벨탑사건十一章是倒塌的巴别塔事件。놀라울게도성경에만답이있습니다非常惊人的是，唯独圣经里头才有答案。더놀라운거지금이일이계속일어나고있습니다更惊人的是，这些事情如今还在持续着。모르면큰일납니다如果不知道的话，就真的糟了。미국의지식인들정치인들이모르면미국에는정신병자급증하게될겁니다美国的知识分子、政界人士不知道的话，美国的精神疾病会激增。일본은중요한나라인데모르면일본은굉장히영적재앙에빠지게될겁니다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如果不知道这一点的话，会陷入非常大的灾难之中。이답을성경에만주고있어요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答案就圣经里头才给了。여러분책좀봤겠죠제가수십년동안책을보는중에답이성경에있지딴데는없어요各位也读书对吧？我读了几十年的书，但是发现答案不在其他地方，唯独在圣经里面。그래서여기에속해있으니까답이안나올거아닙니까因为处于这个创世纪三六十一里头，所以出不来答案。안나오니까우상신전을짓는거예요因为得不到答案，所以去建造偶像的神庙。이게역사고성경의얘기입니다这个就是历史，这个就是圣经里头所讲的。그럼이렇게해서잘되면아좋지요망하니까재앙이오잖아요如果这样一路走得很好的话就罢了但这样一来遇到了灾殃개인에게는여섯재앙이오고시대에는일곱재앙이온단말이에요个人身上临到六个灾殃일곱시대재앙왔잖아요时代临到了七个灾殃그래서하나님은이때세가지를중요한이명령을하셨어요所以这个时候神下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命令뭘명령했는거니까가장첫번째준명령이神下了什么样的命令呢首先第一个命令성막을지어라要建造圣墓이간단한얘기아니죠这个话不简单성막을지어라그랬는데여기에주역이누군가하니까모세여수와갈렙이죠要建造圣墓在此的主角是谁呢摩西约书亚加勒성경에일어난최고의기적세계를바꾼역사는이세사람통해서다일어났습니다圣经里面起来的最大的作为这样改变世界奇迹是通过这三个人여리고무너지고태양과달이멈추고이런놀라운사건들이과학적으로도얘기되었거든요이게이사람들때다나왔습니다耶利哥城倒下了太阳日头月亮全部止住了这些科学也得到证明的事件在他们那个时代왜하나님이렇게합니까神为什么这样이저주를받지말라고是为了让他们不要遭遇这个诅咒이거제일모르는사람들이종교인들이고종교인보다더모르는사람들이복음가진유대인이요最不知道这些그렇죠的就是宗教人比宗教人还不知道的就是已经拥有了하나님의말씀을가지고철저히지키면서복음막은사람들이유대인이요他们拿着神的话语彻底恪守了但是完全阻挡福音的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一点그래서철저히얻어만겁니다所以结果是彻底被打个半死그리고뭡니까然后是什么呢성전을지어라要建造圣殿요깨달은사람이다윗입니다明白了这一点的人就是大卫다윗은성전준비를그냥한게아니고어릴때벌써사무엘에게듣고평생을기도하면서준비했어요大卫不是心血来潮要建造圣殿而是从小从撒母耳那儿听到了准备了一辈子렘넌트들은그렇게시작해야돼요지금부터여러분들은내가살아야될지역에모든흑암을막는성전있는걸미리기도해야돼요我所生活地区你们要提前祷告要建造阻挡黑暗的那圣殿여러분들은세계정복해야되니까11조하세요
各位，因为remnant들은해야돼요。你们要征服世界，所以一定要做十分之一奉献。미래가있기때문에해야되고여러분들은이영적전쟁에서이길성전준비를어릴때부터다윗처럼해라니까요。因为你们要为了未来来做，并且从小像大卫一样要做建造圣殿，阻挡全世界黑暗，从小来做。이게이제교회로바뀐거예요。然后这个같은거지만은이렇게바뀐거예요。这三个是一样的，但是有这样的改变的流向。그래서교회로바뀌면서처음으로세계화가일어나기시작합니다。改变为教会之后，头一次兴起了世界化。그런데교회가이축복을놓쳐버리면서못하게되니까이때부터일어난게뭡니까但是教会丢失了这个，做不了这些之后，从那个时候起兴起了什么呢？자문제가발생하기시작했습니다开始有了问题。이때틈을놓치지않고삼단체가일어나서이운동을다시회복시켜버려야돼这个时候，三团体他们就趁机钻了空子，他们重新恢复了这个运动。비린운동을요就是拿非利运动。이성전이거왜어떻게기도해야되느냐여러분이아시고기도시작해야돼요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祷告来开始祷告。뭐여러가지문제있을겁니다갈등하는사람만손해입니다하나님은분명히여기다가세계복음말성전을세우십니다肯定有很多问题，但是在你조금이라도흔들리는사람은손해요你自己吃亏，因为神一定会在这里建造。가나안땅갑니다一定会进入迦南地的。자꾸뭐그것은말만든사람이손해요总是在那边说三道四的人，하나님계획이에요因为这是神的计划，一定要여기서지금이런설명을하는사람들이별로없습니다우리다락방의목사님들500명1000명지금하고있거든요안하면안돼요지금요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讲这样三六十一的问题，只有我们塔拉邦五百一千多名牧师在讲。不讲的话，绝对不行。여러가지딴소리하는데그거다필요없어요역사적으로증거를놨어요有的人会讲其他的，不用讲别的，历史已经有了活生生的证据啊。이때까지어떤정치인이나와도못이겼어요无论什么样的政界人士、政治人物起来都没有办法改变。하나님말씀을점하나도어기지않고지킨다는유대인못했어요망했어요神的话语。一点都没有错过，完全恪守的犹太人。결국뭘놓친다니까이이걸놓치버린거예요为什么？因为丢失了这个序论的部分。이래가지고는특히지금요모슬림이일어나가지고하루에다섯번기도하면서지구삼분의일을완전히진흙탕을만든다结果穆斯林起来了。지금한국까지돌아왔습니다他们一天祷告五次，完全抓住了地球的三分之一。他们现在渗透进了韩国。이사람들이통계서울에만와서울에만백개넘고넘게지금교회만들었어요根据统计，这些穆斯林光在首尔就建造了超过一百处清真寺。그이게완전히사단의역사지이사람들이노동자로들어왔던한국에노동자로들어와서받는돈이얼마안돼요우리보다작게줘요这完全是撒旦做工他们作为劳工来到韩国打工给的工资很少그걸로가지고자기나라에보내고모아가지고백몇군데교회졌어요但是穆斯林교회他们拿着那么一点点的工资他们寄给自己的老家然后拿着那些聚集起来他们建造了一百多座清真寺그거뭐난리났다니까요真的是沸腾了우리지금안하니까지금인기 100% 입니다템플스테이因为我们不做，但是现在 Temple Stay 他们有非常高的人气。앞으로큰일납니다외국인에게인기면엄청좋아요今后真的糟了，这个 Temple Stay 对外国人来说非常有人气。코로나한참있어서금지됐을때만해도한해에벌써그한200만명이왔다就算是 Temple Stay 嘛，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管制的时候，也是一年当中超过200万人过来这个参加 Temple Stay。세상적인말로교회는와가있을때도없고할게없어요用世上话来讲，来到教会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待，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이때하나님이那个时候神바울이라는사람세워가지고메시지를주신겁니다树立了保罗这样一个人物，给了他信息。바울이지금중요한세가지뜰의내용을지금해보는거예요保罗现在恢复了三个愿非常重要的内容역사에남을만큼큰교회당직을후대가했고요그내용을바울이시작한겁니다存留史册那些辉煌的教堂那是后代做的但是保罗呢他恢复了三个愿첫째입니다
바울이 뭘 했냐? 第一点，保罗他做了什么呢？근본치유가필요한기도의뜰이필요합니다需要能够恢复根本治愈的这样祷告的愿。오늘여기자세히보면은사도행전16장13절에기도처가있는있는하여가다가今天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十三节里面说，知道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바울당신이이렇게기도할만한곳이없었던거요기도처가있는가요가다가保罗当时呢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地方，但他们知道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去了。기도의뜰24가준비돼야돼요真的得准备好祷告院的二十四。이게이제여러분이받을응답입니다여기다가기도의뜰24가있어요这是各位你们要蒙受的恩怨，在这里一定要祷告的愿二十四，要根治愈根本。여기서루디아를만난거죠在这里见到了吕底亚。루디아에게복음을전했더니성경은주께서루디아의마음을여사이렇게되어있습니다他们给吕底亚传了福音，结果圣经里头说主就开导他的心。那세례를받고루디아가하는말이나를주믿는자로알거든우리집에들어와서유해라이게빌립보교회의시작이었습니다这吕底亚受了洗之后就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坐。”这就成了腓立比教会的开始。거기에또보세요然后再来看一下吧。사도행전16장16절입니다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기도하는곳에가다가일부러기도하는곳찾아가다가귀신들린자만난거죠往那祷告的地方去，他们特地去找那祷告的地方，结果遇到了被鬼附的使女。그러니까바울이기도하는처럼가다가거기에서귀신들자만났는데예수이름으로고치는이완전히무속이라고하는이정신병에사로잡힌마을자체를치유해버립니다바울로去那祷告的地方见到被鬼附的使女然后给他唱了耶稣接待了之后那些巫术人而且完全精神病的那个村子得到了治愈성전지어야될이유就是要建造圣殿的理由두번째입니다第二点지금완전히질병치유할수있는그야말로이방인의뜰24있어야되는겁니다现在一定要有能够治愈疾病的这个外邦人的愿二十四才行。지금성경에바울이세군데나왔지요这个圣经里头现在出现保罗去了三处。사도행전13장5절에12절을지난주간에나왔고오늘완전히귀신들린자고치고사도행전19장8절에20절에여기바울이전체입니다这个上周呢是十三章五到十二节，今天是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治好被鬼附的。接下来十九章八到二十节，这是保罗做的全体内容。교회는이거할수있는실제질병치유할수있는이방인의뜰24가없어요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实际上可以治愈疾病的이방人的愿二十四没有啊세계에서처음으로만들어야됩니다真的我们要在世界上头一次来建造真的我就这个来祷告세계에서는없습니다이사람들이마음껏이사기도할수는실제지금영적문제한사람컨트롤안되는사람많아요갈데없어요世界上没有啊，实际上有很多属灵问题、精神问题的人没有办法控制他们，他们无处可去。간다고하면은저병원에복음전혀없는곳에약먹고같이해야돼요就算去的话，在精神病医院没有福音的地方，给他们注射药物，整天昏昏沉沉在那边关在那里。이거지금간단한문제아닙니다这个不是简单的问题。그런데놀라운사실은可是非常惊人的이단체들은갖고있어요这些团体他们拥有了这些。이래가지고돈은돈대로영혼은영혼대로다뺏기는것이야钱是钱然后灵魂呢也被他们都夺走了어떤사람은거기평생죽을때가있어요有的人直到死为止都在他们里面이렇게조금만이기도의24비스템같이면나올건데이런교회가지금없는거예요其实真的只要能够祷告二十四的话就能够治愈可是没有这样的教会여러분그백살넘은일본의의사100살넘는게문제아니고넘었는데이사람이지금활동을하고있는거예요그게중요하죠아前段时间有位超过100岁高龄的日本的医生超过100岁就罢了但是他现在还能像常人一样正常的活动正常思维뭐100세시대일하는데100세대아무것도모르고방에앉아있으면뭐하겠어요그러거든요
하는 게 낫지 그렇잖아요. 我们总是提百岁时代，对吧？ 真的，你到了100岁， 瘫在床上不能动，你干脆去天国更好呢，对不对？ 우리 뭐 김동근 목사 150까지 산다. 150까지 벽에 앉아 가만히 앉아 있으면 활동을 해야 될 거 아니요. 김동근 목사님은 150岁, 如果到了150岁, 只能待坐在那里，那可不行，得活动，对吧？ 이 사람은 그 백 몇 살인데 현재 의사를 하고 있는 거죠. 这位日本医生呢，现在已经100多岁高龄了，还在从事医生的工作。 예상했던 대로 비결을 얘기했어요. 아, 真的跟我预想的一样，他讲了他的秘诀。 뭐 그렇겠죠. 아, 一定是这样吧。 몸의 균형을 유지하기 위해서는 식사 시간을 정해놓고 한다. 그렇겠죠. 为了维持身体的平衡，他要定好时间来吃。 잠자는 시간을 정해놓고 한다. 아, 定下这个作息时间。 그러면 건강할 수밖에 없죠. 如果这样的话，那肯定。 음식을 자꾸 하면 그러면서 내 생각을 호흡하면서 내 생각을 그 집어넣는 걸 얘기했어요. 우리로 말하면 기도예요. 그렇겠죠. 然后他又讲了啊，通过祷告来把我的想法放在其中。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祷告，对吧？ 어떤 면에서는 쉬운 데 있습니다. 其实简单来讲，这些地方更。 여러분이 아무리 병 고치려도 음식이 내인데 안 맞는 게 많이 들어간다. 독소가 뭐 당연히 안 낫는 거죠. 你们再怎么想治好病也是，总是吃你身体不能接受那些有毒的东西的话，不会变好的。 정확하게 의학적으로 의사 말 듣고 음식 제대로 하고 운동 제대로 하고 기도 제대로 하고 호흡 제대로 하면 낫게 돼 있습니다. 正确的科学性的来听医生的话。 원리가 그래요. 注意合理的饮食，然后运动、祷告还有呼吸，那一定会变好的，因为这就是原理。 그래서 의학적으로 절대 빗나가면 안 된다고 저는 주장하는 사람이에요. 所以呢，我一直主张绝对不能够去违背这个医学的常识。 그러면서 이제 하나님의 것이 들어가야 되지. 의학적으로 하나도 맞지 않고 음식도 하나도 맞지 않는다. 어떻게 치유가 됩니까? 在那基础上再进入神的部分，但是你医学上一点都不相符，然后吃的东西也乱七八糟，怎么才能够得治？ 문제는 지금 제가 하는 이야기는 이런 심각한 문제가 이 세상에 와서 전부 지금 3단체가 다 잡아가는데 교회는 갈 데가 없어. 我现在是讲这个之所以强调是什么呢？世上遇到了这样如此严重的问题，三团体都偷走了，但是教会无处可去。 천주교요, 큰 성당에 다 있습니다. 在天主教的大的圣堂里面都有。 아예 그때가 언제입니까? 내가 4, 50년인데 중앙 성당 같은데요, 밑에 지하에 그 사람들 기도하는 따로 있어요. 这个大概四五十年前吧，我去那个首尔的中央圣堂里头，他们地下都有祷告室，但教会没有。 3단체에서 찾아와서 다 나가가 영적 문제가 있는 사람 다 나가가서 고쳐주겠다는데 고쳐집니까? 더 문제 오는 거죠. 三团体过来把那些有属灵问题的人都骗走了，然后说来治愈你们，能治愈吗？都变得更加严重了。 미래 치유입니다. 뭡니까? 要治愈未来是什么呢？ 이방인의 뜰, 아이들의 뜰 24. 是孩子的愿24 있어야 됩니다. 得一定有才行。 그거 준비하자는 겁니다. 也就是说我们来准备这个。 사도행전 10장 1절 회당에서. 使徒行传 17장 1节。 아이들에게 진리의 당위성, 그리스도의 당위성을 당당하고도 확실하게 설명해 줘야 돼요. 要堂堂正正，并且非常确实的告诉孩子们真理的当位性，基督的当位性。 마귀가 제일 두려워하는 그리스도라는 단어 뭔지를 당당하게 가르쳐야 돼. 魔鬼最惧怕那个单词基督是什么？要堂堂正正的教导。 앞으로 모든 종교인이 법적으로 거부할 단어 그리스도 왜 그런지를 가르쳐야 돼. 법적으로 거부할 겁니다. 从法律角度，他们都会拒绝基督这个词，得告诉孩子们这个理由是什么。 무서우니까 본인들이 몰라요. 무슨 그리스도 무섭다니까요. 사단에게 잡힌 자 그리스도 무서워요. 그리고 복음 말하는 사람 싫어요. 원수니까. 그래서 사실 교회도요, 복음 계속 얘기하면 은혜 받는 교회 별로 없어요. 其实教会里头不断去讲这个基督的话，讲 목사님들 힘들어. 没有什么 복음 계속 얘기하죠. 그 교회 안 돼요. 그 정도 영적으로 문제가 와 있는 거죠. 也就是说，牧师不断的去讲福音。또딴말하지그럼재앙이맞지讲基督的时候，教会里面他们接受不了，因为其他东西进去太多了，但是教会会有灾殃过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开这个眼目。당연히얘기해줘야되고요。得告诉他们基督的当位性。회당에 가서 예배가 뭔지 기도가 뭔지를 가르쳐야 돼요。
要进入会堂，告诉他们礼拜是什么，祷告是什么，得教导他们。安息日마다가서가르쳐주세요。每当安息日就去教导他们。人们这个世界征服는기도가뭔지알아야될거아닙니까 Remnant， 你们一定要知道征服世界祷告是什么。그리고사도행전19장8절하나님의나라이렇게나왔어요。然后使徒行传十九章八节出现了神。무슨말입니까？这什么意思？밥먹고살면세상나라그것때문에있는거아닙니다。啊，吃喝穿那就是世上。사단의나라。不仅有这个，还有撒旦的国度。하나님의나라。有神的国度。그설명해준거요。得说明这个。이뜰이24가필요한거예요。需要这样的愿二十四样。자그래서因此바울이후에역사에남을만한성전들이일어났잖아요여러분들이이제는결론적으로이런망대를세우라保罗之后呢出现了存留史册那些教会教堂但是现在呢我们要留下这样的望楼지금부터진짜로기도하시면되게돼있습니다现在起我们真的祷告的话一定会过来남은건몇개지금요해결하지못하고있는무속인시대剩下几个现在没有得到解决的巫术人的时代우리교회에서제대로훈련해야됩니다무속인들이돌아와서갈데가없어요我们得教会里面得好好受训练심각합니다那些巫术人他们信主了之后没处可去아마다른교단에서는무속인전도를못할겁니다可能其他教团上没法做巫术人的传道真的是这样무속인전도는아무나하는게아닙니다확실한복음없으면못해요성도님들이가서무속인을전도해서사람데리고왔는데이사람들갈데가없어요这个巫术人传道不是谁都能做的，没有确实福音不行。我们的圣徒去传道，그냥일아니죠但他无处可去，有这样的理由。그래도무속인으로있을때는지도자로있었다니까요他作为巫术人的时候，他还算是一个小领袖吧。이무속인들교회왔다어느순간제일쫄병대풍이但是呢，这个巫术人来到教会，他就变成了最小的了。전에는무속인이있을때는사람들이돈들고왔다니까요以前做巫术人的时候，别人带着钱来求他。이놈은그뭐다락방왔더니돈내야돼但是来到了这个什么塔拉邦还得交钱。상황이이래요情况就完全相反。그리고영적으로이눌려가지고싸우던사람들이기때문에쉽잖아요因为他们曾经在树林上非常被压制去征战那些人，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우리가이사람들을지도자로만들어줘야돼요我们得让他们变成这样的指导者、领袖才行。그래서이시대열어야돼요所以我们要打开这个时代。꼭이기도를여러분하셔야됩니다各位一定一定要做这个祷告。그리고이영적인병이이거고치는영적인시대고치는시대열어야되거든요还有我们得打开能够去医治这个属灵疾病的时代，治愈他们的时代。누구에게제일많습니까谁身上最多呢지금영적인병이게누구에게제일만나면요우리한국사람은그래도괜찮습니다지금전세계로지금난립니다现在我们韩国人还好，但全世界真的是闹翻天了。북한에서살기너무힘들어가지고도망나와서한국으로도망오는사람도있고저중국으로도망갔다가한국으로둘러오는사람도있고요这个在北朝鲜实在活不下去了，很多人他们就脱北，他们逃到了韩国，也有的是，翻山越岭到了中国之后再偷渡来了韩国。한국으로넘어오기힘드니까중국으로가서거기눌려는사람도있고또넘어오다가막강을밤에그냥건너서넘어오는사람도있고요因为不能直接来韩国嘛，有的人就去了，这样晚上去过江，然后到了中国，然后再来韩国。또많은나라에서뭐시리아같은이런데전쟁일어났던버마같은난민들이사람들지금생을걸고왔다갔다하는사람들이에요还有叙利亚很多地方这些难民他们生死之间他们在到处流离이사람들영적인병은어떻겠습니까这些人的属灵疾病怎么그래서 TCK 치유시대를우리교회에서열어야돼요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真的要打开저들을지도자로만들어줘야돼요要让他们变成指导者무속인들을지도자로만들어要让巫术人变成指导그저 TCK 들요지도자로만들要让这样이교회가变成领袖없단말이요있어야돼요这教会里头没有的话不行一定得有这个才行여러분이제장로님들좀조금더이제그레이드올려가힘들지만은저우리외국에선다민족들이저사람살펴보고지도자로만들어줘야돼요长老们啊，我们在这边的外国人，你们得好好看他们这些多民族，得让他们变成指导者，变成领袖。우리한국에서자꾸아무나자꾸목사들한테그하지말고저사람들을저사람들다학자들이에요저사람들을데려주시면요
하나님뜻이있는가보고유혹해가지고저신학씨가목사님들을보내야돼요在韩国呢，我们是还不管谁，할거를하세요할거를就让他做牧师。但这边那些人呢，他们都是高知分子，然后得诱惑他们，看不错的人，诱惑他们，让他们去读神学、做牧师，得这样才行，对不对？아니멀쩡하게사업하는사람사업하라고내목사하겠다는사람인데그거사업하면되지괜히그러지그럼필요가없는거예요목사한국인목사발에차이가너무많아韩国人呢，就是做生意做得好好的，突然心血来潮说我要做牧师，何必呢？在韩国说啊，这样做牧师的人太多了。지금저아프리카는남이없어요목사가복음가진목사가없어但现在在非洲没有拥有。저를찬스면저사람들밤낮에유혹해가고목사만들어서보내야되죠所以这是最好的机会，得好好诱惑他们，让他们变成这样的牧师，再送他们回去。그런교회 TCK 시대를열라也就是说，这样的教会要打开这样的 TCK 时代。또이제여러분들이많은거있지만은各位虽然还有很多对吧우리렘넌트들이실제와서독서포럼도하고但实际上我们的 remnant 来到这里得让他们做读书的论坛꼭읽어야될책들이있는데얘들못읽고있거든요그러면우리가나누어주어서읽고한목의포럼에서깨닫도록만들어주고얘들눈을열어줘야돼요有些必读书目，但是他们现在根本读不了，所以我们得分给他们，然后一起来做这样的论坛，让他们大大的打开。얘들지금안열면영원히못열어서나중에어쩌다성공해도그게문제가돼요如果现在打不开眼睛的话，他们永远打不开眼睛。有一天就算成功了，那会成为更大的问题。여러분아시다시피사람을엄청많이죽인히틀러스탈린같은사람들이어릴때제대로배운걸못배운거요계속싸우는거배우고막얻어맞고배우다가이게어쩌다성공했다이게문제가돼요各位，你们都知道，屠杀了那么多性命的斯大林、希特勒，他们就是从小该学的没有学好，只学到这样的暴力争吵去杀人，然后呢，他们成功之后变成这种样。하도록기름기도시작하세요所以要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开始，各位，你们一定要来祷告。하나님은여러분을잡고놀라울게하나님의계획을이루실겁니다神会抓住各位，会非常惊人的来成就神的。더쉬운거기도시작하세요更重要，更容易的是开始祷告。오늘행동하면돼요啊，我们祷告，然后有了应允再行动。기도하겠습니다하나님께감사합니다神的感谢你。새로운시대를여는새언약을누리게해주옵소서让我们享受打开新时代的新的约。과거아닌완전히하나님의언약속에있게해주옵소서不是过去，而是让我们完全处在神的约中。새로시작하는편집설계디자인이시작되게하옵소서让我们开始全新的编辑规划设计吧。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